我等一下准备要出门，那我刚刚呢先上完了我的好优美肌基础保养，现在要来用这一瓶我刚刚拿到的，它是韩国来的焕彩素颜霜哦。刚刚的粉红色包装是不是很少女心啊？你看它里面的包装，哦，超美的，超有质感的，对吧？这一款听说很厉害哦，我是第一次使用它，它的好像奶油一样超美的。然后呢，它这个是堆叠式的哦，我们先来擦擦看。其实像这种类似素颜霜隔离霜，我以前擦过，很难推开，而且擦完会觉得脸上就是跟很奇怪的白。我女儿都会说，你干嘛把脸擦那么白啊？但是这一款很好推，而且因为我以前用过素颜霜，它没有办法马上跟皮肤的颜色融在一起，所以会觉得哦，感觉就是很奇怪，好像戴个面具。可是这款很好推耶，哇，你看它非常的服帖，而且不会让你觉得好像脸上就是有个东西没推开。我之前骑车出门都还会趁停车的时候看一下我的后照镜是不是脸上有哪一块没有推均匀，可是它这款完全不会，你看。两边的颜色有没有差？差很多哎、欸，这是我用过最好用的素颜霜，超细致，真的像奶油一样哎、欸，然后非常的好推匀，你完全不会觉得好像脸上的肤色很死白，而且它是堆叠式的。比如说你这样擦一层之后，你觉得好像不是很喜欢的，不是很感觉不够白，你可以再擦一层，它不会让你觉得涂了一个什么东西在上面，很赞哎、欸，是不是很亮啊？其实擦完还原美肌就很亮了，然后再加上这一个。素颜霜，感觉可以美美的出门喽。